21次球场边游泳，现在4:20几，出门，早上4:42，已经希望在他们起床之前赶到，在那个感觉有点下毛毛雨，应该还没起床，好，开工。好，这边没有，可以听到这边有叫声，有，估计是公鸟还是母鸟不晓得，但那只可能是母鸟，只能手动对焦一下。看一下母鸟，这只是母鸟，这只是公鸟。我是用站的位置来区分，因为现在ISO 25万。右边怎会有猫？再确认一下，看一下母鸟，母鸟还在。两只在叫。鸟不吃了。感觉幼鸟飞出去啊。但是我现在根本看不到幼鸟在哪里，右边有一只，现在就要去追找幼鸟，有点冒险。画膜啦，有、哎、看到看到，幼鸟飞起来，哎，在外面飞的那是大宝，这是二宝。我再找一下、哦、大宝在这里，他很会飞了，很会飞了。然后这一只是二宝，这一只是二宝，目前还是以巢穴附近在巢穴附近做当他的活动范围。三宝也是，哎、欸，这里这是三宝了，旁边才是二宝吗？看起来右边的三宝，你看已经，看一下，我比较偏向于右边的还有白毛，没有飞，没有飞。公
母鸟在家，公鸟没看到，公鸟不确定。你觉得左边的是二宝，右边的是三宝？你看他从他身上的羽毛判断。母鸟在家，公鸟在叫。对啊，公鸟的位置好像已经没在了，不确定。那大宝还在吗？蚊子太多了。对焦可以啊，有对焦啊。母鸟在叫，母鸟在叫，看一下。出去，母鸟出去了，所以公鸟也出去了才对。公鸟还在，你看到母鸟？是这样，没看到母鸟，又回来。母鸟出去狩猎了，可是公鸟还在啊。二宝、三宝，然后再找大宝。大宝躲在这个树后面，勉强可以看到大宝的羽毛。公鸟还在，理论上应该公鸟出去吗？啊，下雨了。